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！挑战后羿上王者，这后羿被对面抢了，你真烦人。那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来把那个马可波罗吧呢。敌军还有五秒。好，我们这边是芈月、兰陵王、妲己、马可波罗还有蔡文姬。全军。对面是猪八戒啊，斩杀猪八戒、纳克露露、女娲、后羿还有太乙真人啊。山海有灵，太乙真人共生。大锅盖那个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你干啥呢？自然是在打排位，现在打的是钻石的排位啊，老坑了，得保持点距离啊，看我被抢了，这后羿气势。与啸风同行，行至绝处也能逢生。还得保持距离啊，你老追我干啥呀？太追。请求集合。怕不怕？我问你怕不怕？走一圈，兰陵王翻野去了。山海之变，关乎万千。叶落归秋。来来，追我来。开始撤退。我帮他那个什么一下啊。大锅盖，怎能只会一玉木成林？这容易被抢啊！可以，这蔡文姬姗姗来迟，我怎么反应呢？赤花黄石之不破，记下来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， 开始撤退。我本远行客，逍遥天地间。慢慢来啊，吃口药去。拿这个鸟啊！叶落归秋，又来了。寄送传奇的旅人。也会成为新的。来，这芈月是个什么鬼呀、啊？开始撤退。巨木成林，防御塔部队消失，请求集合。猥琐。哎呀，真是猪样队。叶落归秋。那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去呢？我不理解。灵脉重启后的第一件事吗？踏上旅途，继续书写我们的故事。你还蹲我呢？你，我一寻思他就搁那撅着呢。刚才那太乙太恶心了啊！他还复活人呢。叶落归秋，请求集合。山海之变。关乎万千，这么难打吗？我老掉帧呢，怎么？我去的！ An enemy has been slain,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啥玩意儿上了1-6了？我的个妈呀！芈月带了个惩戒，偷红去了。太乙真人会玩啊！赤花黄石，叶落归秋。灵脉重启后的第一件事吗？踏上旅途，继续书写我们的故事。开龙呢？送传奇的旅人，也会成为新的传奇。哎呦我去！哇，这都没死，我太背了，我也弹的弹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蔡文姬呀、啊，我真是。与啸风同行，行至绝处也能逢生。那么赚大都没给赚死，我的妈呀，太背了。浪迹天涯的底气，自然是默契绝佳的旅伴。蔡文姬0-4。Has been destroyed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俩太能装了，你俩这兰陵王要死。寄送传奇的旅人也会成为新的传奇。叶落归秋。往哪儿加血呢？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哎呦我去的！我一直掉帧呢。山海风光如卷，怎能只会一夜？ An enemy 什么老弹我呢？我就把下路推了啊，太难打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与啸风同行，行至绝处也能逢生。这芈月虽然人头数不多啊，他一直是运营的状态。你看这蔡文姬有屁用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你还要追我呢你？灵脉重启后的第一件事吗？踏上旅途。继续书写我们的故事。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我本远行客，逍遥天地间，御风踏影。宝宝有小情绪了。荡气天涯的底气，自然是默契绝佳的旅伴。后羿都五个人头了。叶落归秋。后羿值钱呢。赤花黄石，石之不破。开始撤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太极限了，蔡文姬啊，真应该进了，一点屁用没有，加血关键时候还加不上。后羿值钱呢，打死他这一把合适啊！看到没？这你手法再厉害，你都赶不上有那个运营厉害。这芈月运营就挺厉害的。与啸风同行，
行至绝处也能逢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让人打。欢呼万千。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他把人头给收了。浪迹天涯的底细，自然是默契绝佳的旅伴。叶落归秋。他家还有红呢，他家射手还能打野，都挂了。云中踏影，请求集合。现吃了。收到。太干的啊！我本远行客，逍遥天地间。你怎么一直打架？赤花黄石，食之不惑。谢谢了。总有拦路。去你的吧！这猪八戒就要干死我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山海风光如卷，怎能只会跑了？叶落归秋。不行了，不能嘚瑟了，我再嘚瑟我死了。看看他运营是没有毛病的，贼的大鸟，后羿的，泰隆呢？后羿他们都没露面啊，看看怎么事儿。来来来，飞过来来，纳克露露。行至绝处也能逢生。有点那纳克露露过来了。去你的吧！死锅盖，打死你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优先推塔。可以。这个大很关键，是吧？他们站的太集中了，我估计对面后羿都懵了，怎么打成逆风了？运营的好啊，那个咱们这边的芈月啊，一直是反红开龙，反红开龙那个状态，无限肆虐的兽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六杠五，五杠二，零杠七，八杠三，三杠三，对面是一杠七，五杠三，出了个制裁，你制裁谁啊？蔡文姬是吧？七杠五，五杠四，二杠三。